今天的重头戏就是要从 Mazar-e Sharif 移动到首都喀布尔。大家来猜猜看，这块青金石多少钱？今天的重头戏就是要从 Mazar-e Sharif 移动到首都喀布尔，搭飞机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就会到。好了，各位，那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喀布尔，就是喀布尔，阿富汗的首都。哎，这个是他们的 OK 国内线的机场啊，过几天呢也会从这边国际线好回到伊斯兰马巴德巴基斯坦。那一出来呢，这边有一个算是全世界的城市都会有的一个井边。 I love Afghanistan。 好吧，可惜下午来的时候是一个超级大背光。那没关系，之后还有机会。 OK， 从机场一出来就看到一台车，熟悉的身影竟然是我们经济部水利署的交通车，太酷了吧。喀布尔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自从18世纪末期就是阿富汗的首都，现在也是阿富汗最大的城市，人口有超过400万人。这也是座高原城市，海拔1700多公尺。10月初的天气非常舒服，均温大概是20度左右，但日夜温差极大，晚上就只剩不到10度哦。所以在首都喀布尔，每天移动就会需要越过这座小山丘。吃饭啦。哦，这看起来很 fancy 耶。Oh, it looks fancy. The restaurant. Restaurant's name? Fancy. Yeah.这里是一个很漂亮，在喀布尔市中心的一个花园，应该是算花园啦。对啊，整个进去，然后可以看到后面的山头。对啊，现在是4点多，温度大概20度，非常的舒服，这个季节最棒了。这里还蛮舒服的。那我来跟大家讲，这个 garden 呢叫 Babur Garden， 它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沙加汗。谁是沙加汗呢？就是盖那个泰姬玛哈林的，有没有？哦，所以他那个沙加汗呢，他儿子也曾经在这边度过了好几个 summer time。OK， 有点像一个行宫的概念。想不到吧？
好，那沿着这个阶梯往上走呢，我们就会来到算是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呢，它其实是在20世纪才盖好的，在早期是完全没有这个东西的。那这边看下去的话，其实蛮好看的。你看，就沿这个水道慢慢的延伸出去，然后这边有个小水池。这应该是在整个花园里面最古老的一个建筑物，它是清真寺，它的名字呢就叫沙加汗清真寺。那这边有写哈，有英文不错。1647年的时候，沙加汗亲自到访到这边，所以呢，他就建了一座名为自己的清真寺。OK， 但现在已经没有在使用了，对，就是只有外围，然后跟泰姬玛哈林一样，它是使用 marble 建成的。你们瞬间来到蒙古尔帝国的沙加汗时期啊，对，这个应该可以说是泰姬玛哈的分馆了，因为这个年代呢，比泰姬玛哈陵还要再更早一点。哎，这边蛮好玩的，有点运动的感觉。布尔的墓穴，哦，那个就是旧的城墙，在后面那边。Royal Resident. 皇室成员住的地方，但这个是也是后期，大概是19世纪18到多少年的时候才盖成。所以这边保存的话就会比较好一点。这边把它做成饭店应该是不错的。是不是很像？是不是很不像阿富汗喀布尔的那个风景？哦，好舒服哦，这里。哦，好的，各位，我都忘记要开箱我的饭店，这是我们在喀布尔的饭店。OK， 中规中矩，那有点乱哈。哒啦，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去 Ghazni 啊，也算是一个古城啦，距离这边的车程肯定要2个多小时，因为其实阿富汗的疆幅非常非常的大，好，地域广阔，然后路又很烂，都是那种山路，所以随随便便开车就是要2-3个小时起跳。好，那我们准备出门前往 Ghazni。然后最后忘了说，因为我们是晚上大概6点多进到饭店，我靠，我们饭店的戒备之森严的，要经过3道门，然后大小包行李都要过安检，这就算了。我们下车呢，前面来了一个特种兵，哦，他是穿着我在 Call of Duty 或战地风云里面那样看到的特种兵，头盔、无线电，然后身上有6个弹夹，然后一把 M16 美军留下来的那个。枪，我是实在是太屌了！我如果等一下看到他，我要跟他拍照，一定要跟他拍照。
算是卖 souvenir 的地方。哎，里面就是有我喜欢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呢钞票。哎，旧款的钞票就在这边。好，它其实有几张了，它从10000块，然后1000块，然后这个是500、100，总共7张。OK， 哎，回去再好好的拍给大家看。好，这样子的话才花了我2块美金，150块阿富汗尼，划算，而且真的是我以为他会开个20块美金，结果没有，非常 nice。好的啦，好，它虽然状况没有很好，但是 OK。那这边就是著名的，那基街这边的话，一整排全部都是卖宝石的。那其实在阿富汗呢，在离喀布尔这边就已经有很多宝石的矿场。OK， 那这也是非常有名的出口物，所以你说蓝宝石、红宝石、各式各样的宝石，其实就有点像斯里兰卡啦。对，但是他们这边的话，应该是价格，这个不敢问，好，我怕问了就一定要掏钱出来。好，这整条街全部都是。阿富汗的地址非常的古老，东北部是世界最重要的宝石产区。早在1300多年前就有开采的历史。我找到一个感觉可以买的纪念品，它是各式各样的石头，然后在产自于阿富汗的，然后上面有各个省份。这个的话10块美金，据说实在不贵了。那基座的话也有，像这样子。青金石可以说是阿富汗的国石，很多人相信青金石有缓解焦虑的作用。大家来猜猜看，这块青金石多少钱 ？OK， 这颗石头刚刚陈老板称了一下，大概不到1公斤吧，560块美金，美金，对，你没有听错，蛮贵的。OK， 我们还是把它放回去好了。看着这样的蓝，真的是很疗愈啊。所以大家知道来阿富汗要买什么了吧？این یه نتاب پخش خوب است. پخش میکنه؟ آه پخش میکنه. این یه هم پخش میکنه. این به هر دست مرسی کو؟ آه. یه هم خوب است. آخه سوی من داریم. یه مرسی فس. من از دیگه سینی یه دی. Look at this. How much is this one, for example? Which one? This one. This one? Yeah, for example. How much is it?这个里面有裂纹，有裂纹，对，没关系，我们然后还要称重，看一下价格，比较一下区间。That's very high quality. Yeah, what's the price? I tell you now. Yeah. Machine summer.见证奇迹的时刻，一枪。不只是青金石，各式各样的宝石在阿富汗都可以找到，尤其是红宝石哦。哎、欸，对，好喝，真的好喝。他有放那个，反正我们买之前买的。挑一个，这个是无花果，1公斤的话150块，阿凡尼的话等于是60块台币，试试看。嗯，它的生菜的味道非常非常重，嗯，没有很甜的，我发现。其实台湾很少看到这种新鲜的无花果，都把它做成果干，但还不错。嗯，就是要不然，其实你看香瓜在阿富汗实在是太甜了，甜到我真的是受不了。但是这个的话，我觉得 OK。接下来带大家来去看夕阳的好地方。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呢，是要来看塔利班的旗帜，非常非常的巨大，从山脚下其实就可以看得到。哎，这边真的是喀布尔给我的感觉有点像哪里啊？像约旦 ，OK， 安曼
它也是在一个山坡地上面盖整座城市，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国旗。好，那我们刚刚检查是需要就是缴交你的枪械的。如果你有带 AK-47，就算你是塔利班，你还是要把枪缴到那个管理室那边。所以他们刚刚在那边清枪，我觉得哇，好蛮帅的那个声音。OK， 跟打电动是一模一样的。像那个金顶清真寺，对啊对啊，对啊，那个蛮像的，哦。一个，蛮漂亮的。这个小山丘就位在市中心，是当地人散步与约会的好地方。长40公尺，宽26公尺，是阿富汗最大的塔利班旗帜。在太阳的照射之下，真的是非常漂亮啊。下部影片来带大家看看喀布尔最热闹的逛街好地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